他们说玩具厂要破产了，他们争着管您要那三个月拖欠的工资呢。我怀疑这厂子要倒闭，要破产。大伙儿先沉住了气啊！我进去问问，等我消息啊。哎，好，你先进去。这些人呢，大部分跟我都是老乡。我以前在村里呢，就是当队长的，这也就是在这儿。这要是在家里头，谁敢跟我犟嘴，我当时大嘴巴就扇上了。我觉着我没看错你，我这表值6万块钱。哎呀，带上就合适。你看，配。大家不要乱，大家不要乱，大家说。韩老板说了，明天一定把拖欠大家的工资还给大家，好吧？哎，表哥，我们凭啥信呢？这么着吧，如果大家明天拿不着工资，你们就这样，你们就大嘴巴扇我。我上回就管那钱，你能不能先提前还给我？对，我有急用，现在就是。我借你钱是不假，但咱们是有合同的，没到期呢，你凭什么让我提前还呢？那咱说说工资话题啊。你们俩强迫症啊，是怎么着啊？离开工资咱就没话了是吗？长河，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工资的事。对，你说明天韩老板能把拖欠咱们的钱还给咱们吗？哎呦，我刚才跟你们都白废话，吐沫星子也都白搭了。这么着吧，看这表啊，昨天韩老板送我的，价值6万。6万？哎，如果明天咱仨这工资他再不给，咱把这表一卖，剩下钱咱们31/31。不，长河，这表它要是假的呢？对，您什么都怀疑啊？人家韩老板送我表的时候，人说了，如果这表要是坏了想修，直接到永定大街亨利表行那儿修去。这么着吧，你们不是不信吗？咱们去一趟亨利表行核实一下，不完了吗？这是一个朋友送我的，我想让您给看看值多少钱。这表不错，最少也得值6万。拿好，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都别乱，都别乱，先听我的，听你的。你不是说韩老板早上要打你大嘴吗？啊，我们打。要钱去，拿我当挡箭牌啊！逮着我饶不了你。看他们什么看呢？臭流氓！不打你！臭流氓！不打你！不是，哎，王总，王总，这个事你一定要帮我，真的，你那个钱我。对对对，我你借给我，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我真遇到难事了，跟我。哎，大姑啊，他这哪儿跟饭摊接头啊？他跑这儿游泳来了这儿的。知道他上这儿游泳来，咱们跟着他干什么？是，哎，大姑，我表哥这水性咋样？哎，他那水性。哎呦，他不会游泳，坏了，自杀！救人！轻点，别摔着脑袋。好在啊，还有这块表。我当时说了，如果韩老板要是跑了，咱把这表卖了。这表啊，价值6万，卖完了以后，咱们31/31，你们俩一人1万。哎，这哪是31/31啊？你们两个人一人一份，咱们一人2万。有发票。您给多少钱？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您没有发票，这多少钱我都不收。您收着，给看看这表。您这表是打算点上还是打算当？哦，不点也不打，我就是卖。您这表是假的，我收不了。哎，干嘛呀你们这？小二，不老实我打死你！你还认识我？认识。我那块表，为什么你开始说值6万，
后来你一半的价钱都不收，怎么回事？你那表啊，它确实是假的，是玩具厂的韩老板让我这么说的。别问了，这儿又一受骗的。大姑、表哥，咱赶紧收拾收拾买票。来柱啊，你跟我说说这钱哪来的、啊？过来。今天我不是在韩子那儿盯着吗？然后没啥事儿，我就在大街上溜达。然后，哎，我用表一贴，有一钱包，我一拿开，里边证件、身份证、信用卡，反正好几张呢。我当时就把现金拿回来了，然后就赶紧跑回来了。钱包呢？嗯，扔了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来柱，你回来！站住！来柱，来柱！哎呀！我实在是不行了，师傅，快开车啊！到哪儿呢？我们可没钱，没钱，啊、下去。那这不下去？下去！快点！站住！来柱，来柱这么不通情理，都赖你。你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先追，就是来。哎，找钱包啊？你还是捡瓶子呀？我这也得兼顾点第三产业呀、钱包，钱包，就是他。郭明，行啊，现在就给郭明打电话。我说你的钱包让我捡着了，现在在我手里，你还打算要不想要了？哎，姐夫，你怎么把电话也挂了？纯粹是诈骗！哎，说什么？我钱包在他们手里头，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，钱包在我这怎么会丢？就是说的就是吗、这么着，我再最后打一电话啊，这个电话决定钱包的归属。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嘿，不要，你复读机呀、你小哥，你知道这密码吗？那你们怎么取呢？真是慢慢试呗，无非就是606686，生日密码、手机号码。哎呦，50多万呢！他们解开了密码，却没有提款。是吗？哎，那曹警官，这几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别的企图？就是他。这老小子拧着，问他什么话都不说，你说不说？你看还是不说吧。废话，把你嘴碰上的你能说话吗？赶紧给松开，把那个嘴上的胶条给撕下。哎，你说找我干什么？给你送钱包来了。你捡到了，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，而且今天到我家里来，你就是为了给我送钱包啊？那钱包呢？这里怎么还少东西呢？哦，有一部分现金，还有几张信用卡，在我老乡手里呢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误会，这完全是误会。前些日子呀，我一个朋友无理取闹，非让我提前还他钱，我就把他电话给他挂了。我正躲他们电话的时候，你们的电话进来了，说什么捡了我的钱包，还要把钱还给我。我想着世上哪有这好事啊，我怕你们当坏人了，我以为你们想敲诈我，所以我电话里头就不太客气，多原谅。心要好好啊，补救咱们的过错。这几个人我交给你了啊，要对他们热情招待，吃最好的，住最豪华的，总而言之，他们有什么条件全部满足。姐夫，我明白了，瞧好吧，你来。
三位，菜已经上齐了，不够的再点啊。是。这都是啥菜啊？小姐，给这三位大哥抱一抱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这算了，不必了吧？我们都是正经人啊，这三陪就不要了。我没给你们叫三陪，我是叫小姐把菜名儿报一报。千万不要拘谨啊，大家吃好喝好。这吃不了了。这道菜呢要站着吃。哦，站着干嘛呀？别客气，坐。这道菜呢要站着吃。怎么又站起来了？什么意思？您不让我们站着吃吗？我是说呀，这个菜要蘸着这个佐料，这么吃。啊！来来，动筷子。三位，这边请。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豪华套房，这边请。来，里面看看，怎么样？这得多少钱一宿啊？不贵，1600。1600？这可不成，这可是我们这儿最豪华的套间了。不会挤的，我给你们每人安排了一间。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，没有一个家。冬天的风啊，夹着雪花，把我的泪吹下。走啊走，走过了多少年华。小鸟正在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大哥，您那老板说，让他们回去吧。啊，他呀，真遇到困难了，他想用这钱呢，来付给拖欠了工人3个月的工资。完了呢，我呢被你们的事儿感动了。所以我决定提前把钱还给他们，而且把这个厂给收购下来，准备重新开张。哎，你们都在，韩老板，你们大家受苦了，真是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啊。哎，郭总，我呢有个建议，说，现在这厂子由你来经营啊，不管你将来做什么，我想推荐常和将来做厂子的厂长助理。太好了，我完全同意啊。这可不是一般的玩具啊。小雪说了，这是韩老板啊在世界玩具博览会上得的奖品。奖品？哎，老头手里拿这萨克斯是纯金的，脑袋上的珠子是翡翠的，光这珠子就值20000多。这大姑你怎么了？大姑，不行，俗话说呀，君子不图人之美，我呀得把这小老头给韩老板送回去。啊！哎，这老姨父，大姑，我得给他送回去。大姑，这东西都给您了，大姑，我跟你说呀。